为什么我们的嘴唇能来歌颂我们的主。有一首歌他讲到说，我们的主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但是他今天却愿意来到我们当中，要把他最大的祝福要来赐给你。你愿意接受他的祝福吗？你愿意经历他的恩典吗？当我们口开，我们心开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神他是以他的百姓赞美为宝座的。哈利路亚！他设立他自己同在在我们当中，你的心中的忧郁。
好。